呀呀呀呀，完了完了，哎呀妈呀，膀子掰了，呀，哎呀这疼，哎呀老范呐，快点快帮我摁，快点的。静音还是手写？我说你三句话不离手机的了，这老东西，你说我那意思让你看看我好看不？好看，老好看了。哎，你没看你咋知道我好看呢？我要看见你再说好看，我不是瞪俩大眼巴瞎吗？哎呀，我是说呀，让你看看我买的这件衣服好看不？这件衣服，给你点个赞。你猜猜多少钱？2.6毛。啊？我这贵衣服2.6毛啊？我这刚抢个红包2.6毛。哎，你说啥时候我能整个手气最佳呢？哎，我手气可佳了，来，我给你整。摁哪个呢？啊，摁这个。你看咋样？发出去了。啊？我费天暗地整2.6毛，你这一手指头给我怼出去3.7毛。我里外里我赔1.1毛呀、啊、我。哎呀，老东西，你都走火入魔了！我说小米粒儿哎，你用啥教你爸学这玩意儿啊？自打会了那什么圈，就开始不勒我了，成天搁那摁呐摁呐，你瞅瞅你都成了低头族了。哎呀，我们的专业职称叫手机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控控你的血压吧啊！这么大岁数不能老在这坐着，快起来活动活动，快，赶紧起来活动活动活动啊！我说你搁那干啥呢？又扔腿又晃胯的。你不让我活动活动吗？我是让你上外边活动活动。哎，对了，正好咱家没鸡蛋了，顺便买点鸡蛋去。你等，我把这个到心灵鸡汤看完我就。哎呦我，这没有鸡蛋哪来的鸡汤、啊？哎呀，鸡蛋马上就进来了。啊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不出去买，他自个儿就进来了。谁呀？后边还有人呢、啊、还有人呢，挺有效率啊。你看我这网上订鸡蛋，那个订单还没发出你就给送来了。你看看啥呀大爷，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。啊，感谢啊？你感谢他啥呀？感谢他帮我找到我儿子。啊，你这个什么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还找你儿子？我自己生还生不出来呢，我还找找来还能。大爷，一看你这好事做的太多了，都不当回事了。你好好想想，3天前在路边你捡到我儿子的。3天前，嗯，在路边有这事吗？我捡的是条狗啊。那就是我儿子。你是狗他爸呀？确切的说，我是狗的 daddy。 确切的说，我是栓柱的 daddy。 更确切的说，我家栓柱也就是狗狗。叫栓柱你倒把它栓住了呀，你也没栓住，我就在马路旁边那么跑，只因为我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他就从未忘记我的容颜，无论我在马路上如何兜圈，他就一直在我身边从未走远。哎呀妈呀，你身上有狗味儿，天天跟你住一块能没狗味儿吗？不是你，这不你非得要睡觉老铺那狗皮褥子吗？跟我那狗皮褥子有啥关系？你瞅瞅你长得跟个肉包子似的，那狗又不跟你成棍。是，那条狗跟我30多年了，光姑娘就给我生仨了。小伙子，你那狗挺漂亮啊，是，可招人稀罕了、嗯。我就跟他吧，我照了张合影、啊，然后我就给发到朋友圈了，然后我把你那狗送到社区去了。是，我就看到朋友圈转发照片，我昨天从社区把狗抱走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大爷，我特意感谢你，给你买点小礼物啥的。你这不都买鸡蛋了吗？瞧瞧，鸡蛋钱还没给你呢，还得扔啥礼物了？不要，不算啥，这是好吃的。哎呀，别，妈呀，答错了。这样我回去换去啊。哎，用不着，小伙子你就坐这儿，到这儿别客气。哎呀，啥日子还有人给我爸送礼呢？有好吃的，你先尝尝啊。别吃别吃，哎孩子你先别吃。哎不是，哥们儿，那个你吃得惯吗？挺香的。那是狗粮。干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还挺上学的呢。爸，你说你怎么还跟狗干上了呢？哎，
爸，你看我一回家看有人给你送礼，送的是狗粮。哎，我这手机朋友圈里面发的全是你跟狗的合影。爸，你可火了。低调低调，你爸爸只不过是做了一件非常平凡的食狗不昧的小事，用不着这么热捧。还挺谦虚。可是人家没说你是食狗不昧啊。啊，那是说我啥呀？那咋说的？那照片飘底写的是史上跟狗最联像的人。跟狗联像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你长得像狗。啊，别听他们瞎说。老伴儿，你说句心里话啊，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，嗯，你说心里话，我长得像狗吗？不像。哎，我说你长得像猪八戒。我让你夸我了。我范奶奶，我觉得您对范爷爷的定位很准确。你善表现哪留你呢？你开玩笑吗？爸，咱不生气啊。完了我就在这下面评论，我说这是我爸呀。对呀，那没人相信我。他们都不信。那咋办呢？我说咱俩长得不像。是，我是故意不让你长得像我。你要像我这样更嫁不出去了。爸，这样吧，咱俩拍张合影，然后我发朋友圈里证明一下。行行行，对对对，好，我也发朋友圈。来，看镜头。哎，摆 pose。看这边吧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爸。看。你谁呀你？你跟谁叫爸呢？不是，我谁你不认识了？你谁呀？大学毕业晚会上，你是不是穿一个黄色的超短裙？对呀。然后跟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玩了一个游戏。不咋帅呀、啊、那就是我。大马蜂。嗯呢、啊、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飞呀我我飞呀呀呀，飞呀我我飞呀呀呀，飞呀我我飞呀啪啪。我我咋的？不是，这他你男朋友啊？不是啊。再打我干啥？干啥玩意儿？不是男朋友，胜是男朋友。哎呀妈呀，胜死的，那是因为我没来，我要来了你就剩死了，知道不？吹吧你就。我跟范爷他谁呀？就是前两天我捡条狗还的了。啊，你还他一条狗，却引来一只狼，还是个大色狼。你闭了吧，你说谁是色狼呢？我看你才像色狼呢。范爷爷他说我。他说的对，你也说我。我发现了，你们谁也不稀罕我，就我爷隔壁老王稀罕我。你爷稀罕你啊？啊，那是你爷实在没啥可稀罕的了。哎呀，范奶奶，哎，他们都不稀罕你，奶奶稀罕你啊。谢谢奶奶。不过奶奶得说你两句。你也说我。你听着，你呀，以后别看着小米粒跟哪男孩在一块儿，你就逮个大醋坛子抱起来了。啊，那我都看出来了，人家就是同学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那小伙儿就个比你高点儿，帅点儿，爷们儿点儿，剩下你照他差啥呀？除了这几样，我也没差啥，是吧？你别嘚瑟了，好赖话你都听出来。小米粒儿，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！哎，你还跟我叫小米粒儿？哎，你爸叫你，过来过来来。这爸说你两句啊，嗯，你不管咋说，人长大了，嗯，大姑娘，虽然咱到现在也没有对象，但咱得坚持。那就矜持，别让人笑。矜持啊！嗯，我说了好几十年坚持，是吗？咱矜持点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是同学，见面高兴兴奋。那得有个尺度啊！什么玩意儿见面就啊啊啊啊！你说你一跟嘛，他一啊啊，那个王小倩能不啪啪吗？听听，我啪啪你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哎呀妈呀，你还想啪啪我呀？你再啪啪我试试。我啪啪你咋的呀？我刚才啪啪完了，啪完了。哎，我说大马疯子，你稳当点行不？啊，不是一说你。今儿个你来看你大爷拿的狗粮，我就不说啥了，是不？见着我姑娘，总也不见面热情，嗯，哎，这也行，我也不说啥了。可是你们的朋友圈把你大爷说成跟狗连线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那不是我说的，不管是不是你说的，是不是朋友圈啊？我对你们的朋友圈就是有。
一见，就是有看法。范奶奶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嗯，这朋友圈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晒，晒吃的，晒喝的，晒穿的，晒玩的，吃个破方便面也晒一下子。是，我们小时候就晒萝卜、晒地瓜啥的，现在可都好，没啥事半夜起来晒大腿。都是破草帽子晒脸。范奶奶，你看啊，你也不玩朋友圈，你咋知道晒大腿呢？那啥，下晚睡觉前，你范爷爷在被窝里偷看，我发现的。妈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说点别的啊。再说了，你说这都是朋友圈里的个别现象。是啥个别现象？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谁呀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妈呀，这谁呀？哎呀，啊，是。是你，真是你，老米大姐！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行，等会儿我看我看看。哎呀妈呀，这是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不是菜花妹子吗？可不是我呗，我的大姐呀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可不是咋的，我也想你呀，多少年不见了。我说你在哪冒出来的呀？我搁圈里冒出来的呗。咋的？你也掉圈里去了。大姐姐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呀那天在我闺女那个朋友圈里呀、啊、我发现一个照片。哎、我这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是我多年没见的老姐姐吗？我在看你们家那窗外的环境啊，那景啊，这不咱家邻居吗？我一想啊，我一定得过来看看。我就过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真是姐姐。哎呀，想死你把这事整得太寸呢。菜花妹子，嗯，昨个我和你大哥还说你了呢。是吗？啊，老范呐、不是老范呐，过去认识认识啊。谁呀？哎呀，她不是菜花妹子吗？菜什么花？哎呀妈，装啥呀！我认识他不还通过你呢吗？你我这娃都多大岁数了，能不能矜持一会儿？范爷爷，就因为您这大岁数了，还矜持啥呀？上！不是你说你们这帮年轻人，你这一天都想什么玩意儿？那是那么乱七八糟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们这岁数人跟你们能一样吗？花花，啥岁数了还叫小名呢？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菜包子，你还叫小名呢？孩子都那么大了，